着咗登记屋都冇。而家呢个世界已经冇其他人喺度啦。开晒屋入边啲灯瞓觉就冇咁惊啦。明白啦，大雄。哎，我明白啦。世界上唔会人人都令你满意嘅，如果你唔中意，就以人哋消失，到最后就得翻你自己一个噶咋。你讲得好啱，我咁谂系错噶。睇嚟你真系识得反省啦噃。嗯。我咁谂系错噶。睇嚟你真系识得反省啦噃。看来你真的懂得反省了吧。嗯。哆啦A梦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躲埋咗咋。哆啦A梦，我挂住你。我知道其实是我的错，我做连你都消灭吧。算数啦，只要你明就得的啦。话你知啊，这个独裁按钮其实不是真的整给独裁者用的。佢系用嚟教训未来世界嘅独裁者嘅咋？哦，原来系咁嘅，系啦，我已经知咗噶啦，快啲变翻佢哋出嚟啦。嗯，咁开始啦，咪得啦。话你知啊，呢一个独裁按钮其实唔系真系整俾独裁者用噶，佢系用嚟教训未来世界嘅独裁者嘅咋？哦，原来系咁嘅。是啦，我已经知错噶啦，快啲变翻佢哋出嚟啦。嗯，咁开始啦。どうしよう、すっかり忘れてた。ビビッチ。お、ラボリッチ。ビッチのために急いで帰ってきたの。ビビッチだったよね。すっごく嬉しかったよ。せっかくこの子に慣れたのに。媽又好似平時咁鬧我啦，係啊，要嗱嗱聲執好佢啦。覚えてる？これ初めて会った時のあのストラップよ。私の宝物、私だと思って持ってて。そんな大事なもの受け取らないよ。大雄啊，你咁唔掂噶，要睇住個波點嚟啊嘛。啱，再嚟多次啊。係我媽咪買俾我嘅。哦，咁咪玩先咯。哦，啊，系啊，书波王大雄喺度练波喎，搏击，多谢你啊，妹夫。啊，呢个大雄啊，究竟做乜？